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这次我绝不会再让你逃掉了。你是？我就是你。你一直以来都在和你自己的影子战斗，高山我梦。 你害怕了吗？你也只不过是个脆弱的人类罢了。这个世界将要毁灭了，谁也没有办法拯救他。那就我来拯救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得到了盖亚之光。光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 小敏，应该是你更过分吧？哦，下次我会用功的，让我继续看吧。这是录像带吧？你已经看过好几次了，还没看腻吗？哦，还我！你不要太任性了。我说，你是不是也该长大了？嗯，不要总是看奥特战士。 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
是谁？战士，你不要用和我妈妈一样的口气好吗？宜家和戴拿都很棒，演该丫的武梦也很酷，我最喜欢她了。我才没有时间看呢，我还有一大堆书要看。哼，如果你看了，一定也会喜欢的，是吗？好啦，大家安静，听到了没有？都给我安静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说今天有个转校生要来啊？是吗？是啊，好像还是个女生，超可爱的呢。真的吗？有转校生。好了，看来你们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知道了，今天有新同学要转来我们班，大家要在一起好好的相处哦。我叫七濑里沙，希望能和你们成为好朋友。小敏，你画得真不错呀。虽然你画得很好，可是我很讨厌。你不喜欢奥特战士吗？因为城市都被他破坏了，我很讨厌使用暴力的人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为什么不和其他同学玩？因为我体育很差，况且我和他们也合不来。我也是，我也不喜欢和别人一起玩，虽然刚才是那么说，但其实我根本不是这么想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肯定不久之后又要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了。对了，我昨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梦？难道那个梦是预兆吗？今天我会和你认识也是命运安排的吧？开玩笑的啦。我还以为你会笑话我呢。因为我以前去过很多地方啊，想象力也很丰富的。去过很多地方？那不是跟格列佛一样？格列佛？他周游了小人国、巨人国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地方。好像很有趣，故事的结局圆满吗？你想看的话，我可以借你。可以吗？哦，小敏，你要和我们一起打篮球吗？那我就试着打打看嘛。这样可不行啊，你怎么到现在了还画这种东西呢？这样不行不行哦。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奥特战士？因为他很厉害。他很厉害？你的这个篮球借给我们用一下吧，可以吧？真乖，拜托你成熟点，别看奥特战士了。拜托你成熟点吧。你们快要记得还回来呀。走吧。
一定会讨厌我了吧？如果我能像我梦那样勇敢就好了。我不是收好了吗？怎么会掉在这儿呢？那个是……和梦里看见的一模一样。想起什么愿望都可以。是谁？谁在这儿？孩子，我能够实现你的任何愿望。你在说什么？许下愿望就能实现是什么意思啊？又是红球。这次是真的，不是梦。你说那个球对你说话了？他说了，他可以帮我实现任何愿望。上次你说是马在对你说话，对不对？马？那个是梦啊。你曾经飞上天空，还去岛上探过险，和老鼠军团打过仗，对吧？还有那次你被巨大的猿人绑架的时候，是奥特战士救了你。都说了，这次不是梦。我真的听到声音了。你骗人。没有。我说你们在聊什么？这里好漂亮啊。别碰，他会乱动的。你在说什么？别说的他好像有生命一样。说不定他就是有生命呢。球不可能会说话，也是不可能会有生命的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们试试看吧。嗯，如果是真的，不是很好吗？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哦。不要动不动就说放弃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那就试试看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？没有。总之还是先许一个愿望吧，就许你心里最想实现的那个愿望吧。我最想实现的愿望，如果真能实现任何愿望的话，那么我想见到我妈。什么事了？我不知道，让我摸一下。怎么办啊？等等我！啊，什么东西？好壮观啊！哇，这是什么呀？怎么回事？
么会在这里呢？我正在调查百慕大海域，然后就点到了。小七，你快，是战斗机，在那边。你说那是电视里出现的战斗机？战斗机 EX 是我梦的专用机，就是能变身成盖亚奥特曼的 XRG 队员。奥特战士，是我叫他来的。你是怎么叫他来的？利用这个球的力量，只要向他许愿，愿望就能成真。所以我梦才来，是我叫他来的。你怎么可以说谎呢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哦。呼叫总部，敦子、乔西，听到请回答。是真的，我对这个球许愿后，战斗机 EX 来了。那你能把这球借给我们吗？还我！哼，不过是个破玻璃球而已，怎么可能会是魔法球呢？可是，战斗机 EX 真的出现了，这就能说明它是你叫来的吗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就叫怪兽出来。我把怪兽叫出来以后，叫他把你这个怪胎一脚踩扁。怎么回事？7米，体重达5万吨。起来，快跑，快跑啊！EX， 赶紧找一个空旷的地方降落。明白，我梦。盖亚。你的那个叫什么撒旦的被打败了，差一点就赢了。为什么能量这么快就没了？不是我，快过来！
闪开，太危险了，你们别拍了。下去了。知道我是干呀，救了！ギリギリまで頑張って、ギリギリまで頑張って。这是。是我所在的世界，果然是我梦。你别叫那么大声，要是被发现了，那我可就惨了。这里好像不是我该逗留的地方。因为我叫你，你才会来的，是我把你叫来的。是你把我叫来这里的？能够实现愿望的球，就是他让我跨越了时空，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他一定是听到了我的愿望。小敏，你可不可以让我调查一下那个球呢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你是为了回到原来的世界去，才想调查这个球的吗？那个球不仅能召唤我，同时它也能召唤怪兽。我知道了，但你不能不说一声就回去。我向你保证。嗯。奇怪，这球好像变大了。抱一下，用力，一二三，拉。疼。形状。好像和原来的不一样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个球是我们的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抢回来。可是小浩啊，这次你打算叫什么怪兽出来呢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叫出更厉害的怪兽。准备起飞。什么？
持低速行驶状态，喷射马力全开。我梦他没问题吧？请交给我吧，继续前进。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很酷。很好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帕尔他就可以自动读取数据了。他会分析出什么呢？如果顺利的话，就能分析出他的记忆。记忆。对不起，这本书是给我的吗？我本来想早点拿给你的，可是发生了这些事。是《格列佛游记》啊。我小的时候也看过了好几次呢。真的吗？我羡慕格列佛，因为他能够到奇妙的世界去旅行。这本书我看了好几次了，每次阅读我都感觉自己置身其中。我会对量子物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，或许也是受到了他的影响。在量子物理学中有解释异世界的理论学说。解释异世界？就是说除了自己所在的世界以外，还存在好几个不同的世界。是不是像科幻小说里的平行世界那样？你懂得真多。这本小说主要讽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，可是从其他的角度来看，格列佛也被看作是在平行世界中游走的时空旅行者。就和现在的你一样。你这样说也没错。我有个请求。能帮我在书上签个名吗？是要纪念我变成了格列佛吗？第一小队，第二小队，快就位，赶快就位。国籍不明的战斗机驾驶员，我们知道你藏在这里，放下武器，老老实实的出来。怎么办，我们你被发现了，被包围了。资料已经收集完毕，在事情还没闹大之前，我得去和他们解释一下。你快逃，没人会相信你的。他们一定会相信的。我们无论在哪个世界，人们最终还是会互相理解的。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？就算知道会输，也不能逃避，对吧？包围他！妈妈，里面有孩子，快去保护他们！住手！
可能是球的能力失效了吧。那我就再用球的力量。对了，那个红球呢？不好了。大海域，战斗机 EX， 请回答，听得到吗 ？EX 收到。我梦，你已经失去联络两个小时了，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大概是在海底吧。你开什么玩笑？难不成你去海底龙宫了吗？墩子，这也太具童话色彩了吧。你是说你记不起坠机时的状况了吗？等我发觉的时候就已经沉在海底了。幸好你没有变成鲨鱼的晚餐呢。啊，有只海龟吓了我一跳，它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脸就像这样。你怎么了？我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。我梦，你不是和我约好了吗？不会不说一声就回去？我们不能消沉下去，还是赶快去找吧。找什么东西啊？去找到那三个人，让他们把球还给我们。不可能的，他们三个那么蛮横，是不会还给我的。我说过，人与人一定能互相理解。我梦是例外，他很强，又是奥特战士。果然，你也一样。第一个发现那球的力量的可是我们呀，这下肯定又有很多珍贵的东西要被毁灭了。你为什么不去阻止他呢？心心冕，小冕，才不是呢！是我把你叫来，你才会来的。住手！你们不要抓走我吗？这是？难道说我真的？跨越了时空吗？这是这个球的记忆吗？这里是你的精神世界吗？我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终极机器。你是人类创造出来的？我指的是另一个次元的人类，他们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所有愿望，于是制造了我。我是物质文明的最高极限，可我实在不应该被制造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类的欲望没有终点，人们向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愿望，可是最后他们却被自己的欲望所毁灭，一切都被毁灭了。这么说，小冕他们的世界也会被毁灭吗？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。公园、游戏厅，总之去找就对了。我好累啊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。找到了，洋人他们说看见他们三个鬼鬼祟祟的往学校去了。啊，学校？我靠吸收人类的欲望来增加能量。就是说我会消失，
是因为你还没有吸收够能量，是这样的吗？能量我已吸收完毕，另一个世界要被毁灭了，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，然后继续我那永无止境的时空之旅。坐好了，你们看这头怪兽怎么样？还是我的看起来比较厉害呢。你们两个的都少了点威慑力，来看看我做的。太帅了。当然帅了，这怪兽会成为全国最强的怪兽。不过我很愿意采用你们作品上的创意，为了让即将被召唤出来的怪兽成为全世界无敌的大怪兽。那扇窗应该是手工教室的吧？嗯。奇赖，你就在这里等吗？没问题吧？问题嘛，当然还是有的，但是要勇敢面对。你也太逞强了吧！现在只能用它来试试看了。等一下，我说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梦，等等，我梦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梦他跑去开冒险号了。冒险号？那时空移动机不是还处在实验阶段吗？不，他已经可以进入试用阶段了。现在要进行它的最终启动测试。就算这机器是你发明的，但我也不许你擅自行动。这点我明白。那你还在里面做什么？马上给我下来。不，我不会下来的。我梦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这么着急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有一个世界正面临着毁灭的危机。什么？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们解释了，可是请你们相信我，我想去拯救那个世界。不，你该说我必须去拯救那个世界，为此我只能用这个办法，请你们相信我。去叫实验小组的人员马上做好准备。你怎么能答应他？这太危险了。这一点我相信我梦最清楚不过了。指挥官，我们现在只能相信他了。冒险号即将进行最终的启动测试。明白，非常谢谢你们。冒险号载着格列佛漂洋过海的帆船，就请你带我回到那个世界去吧。
曼城了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最强的怪兽欧布猛斯王。是谁？糟了，被发现了！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三个正要玩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游戏呢。你应该能看清楚。你说看什么呀？当然是看我们的最强怪兽欧姆斯王彻底打败盖亚的那一刻。你们三个好像怪怪的。你难道听不到这个球的声音吗？你说声音？你听，我又听到。他让我来毁灭这个世界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好痛！那就别再逞能了。你不是也喜欢又厉害又酷的怪兽吗？你最喜欢破坏城市、胡作非为的怪兽吧？可是这话说出来会被大家嘲笑的。说你长这么大了还喜欢怪兽，太幼稚、太没用、太无聊了。很抱歉让你感到无聊了，我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怪兽的强大与恐怖。我要破坏这一切，要把这个世界彻底毁灭。尽情的破坏吧，我最强的怪兽欧布猛斯王。
场梦是不可能输的。被他的邪恶力量给控制了。不是的，这个球就像是一面镜子，它能反映出人的内心。小优，我也听到了这个球的声音，可是事实上那只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罢了。小优，快点许愿，快许愿让怪兽消失。我不要，因为我也不喜欢这个世界。我们。
会掉下去的。那个球呢？光。
准备怎么做？要依靠球的力量来重建这个城市吗？你或许还可以许更棒的愿望哦。如果我们再依赖这个球的话，我想总有一天会毁掉这个世界的。这个球不应该存在。小敏，我要许一个愿望，希望这个球永远永远消失掉。原来就是你。过去我亲眼目睹了无数世界被毁灭，不过看来我的旅途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。石乱，他和红球是一体的，这个球是他的内心。我不懂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既然是我们的朋友，永远都是。小敏，会许下刚才说的那个愿望吧。可是这个球消失的话，你也会跟着消失吧。小敏啊，你现在应该可以自己做决定了。我呢？多亏了这本书，我们才能再一次见面。再见了，小敏。什么事？我很喜欢奥特战士，也很喜欢妈妈。你在说什么？没有忘带什么东西吧？我去上学了。路上小心点儿。
人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有一名新的同学就要转来我们班了。我叫七濑里沙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我保护了未来。这个世界不会被毁灭的，绝对不会。这名字是我梦。